泪珠的巷子里，我租了一间公寓，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。高中三年，我为什么不好读书？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，我找了份工作。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，才发现你如此高赞，我你又曾经问过我今天什么，能不能告诉我。站在你学校的教室